要走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怎么样？男朋友吧？你住哪儿？我在新源里。一会儿我帮你叫车。嗯，还能走还行吧。嗯，哈哈，玫瑰，那走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怎么样？男朋友吧？穿蓝衬衫那个吧，你怎么知道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众星捧月。哎，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？不知道。太好了，等着感谢我吧。你都管什么闲事啊？感谢你干嘛呀？要不说你不懂谈恋爱呢？你什么都不回了，那就没下文了呀。点到为止，浅尝辄止，戛然而止，懂不懂？止什么止呀？我下个星期跟缇娜出差去上海，那就见不到了。那更好啊，战略性失踪。那小子看我的眼神，估计是把我当情敌了。你听哥的，他发什么你也不回。哎，不用着急谢我，你也得帮我的忙。